弟子发愿成为天下居富，善巧运用钱财，广利众生。做法时勤修三福，精进念佛，回向法界众生，同生极乐。请问，这样能圆成居富的愿望吗？若否，应如何做？你要是勤修三福，精进念佛，回向法界众生，同生极乐。这个同生极乐包括你自，是不是包括自己在内？如果包括自己在内，你已经到极乐世界去了。那么到极乐世界之后，当然你跟这个世界有缘。那么这个佛度有缘人嘛，你回来再度众生，你有智慧，你有福德，你有能力，不一定用这个方法了。这个方法对你不重要了，你有更殊胜的方法。可是你要是帮助众生，众生还要有福报，众生没有福报啊，你也没办法帮助他，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有智慧能力观察，像诸佛菩萨一样，观机摄教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啊，现什么身，应以什么方法教化众生呢？就用什么方法，确实是善巧方便。可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确实才能满足你无量的大愿，不能往生啊，你的愿望全都落空了。